从台南北上工作的网友发文说，日前因为身体不舒服，自行做快筛阳性确诊，依照程序通报之外，他也通知了住在一起的房东，并且保证会待在房间隔离。结果房东不但没有关心他，还要他在一周内搬走，甚至说如果不小心被传染，要向房客索赔，让网友很心寒，只好搭着防疫计程车到防疫旅馆隔离。律师则提醒，根据租屋定型化契约，房东必须赔偿房客一个月的租金，要解约也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才能生效。不少北漂族因为到台北求学或工作，选择在台北租房子。不过日前有名网友发文分享，因为确诊通知住在一起的房东，没想到房东不但没关心他，还要他在一周内马上搬走。搬家呢，打包多少时间了？一个礼拜太快了，而且因为确诊就搬走，我觉得这不行啊。现在到处也确诊了，去看医生就好了。我觉得也是比较不人道这样子，因为叫小孩子要去哪里住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原来这名网友一发现确诊，就告知房东会在房间隔离至少一个礼拜，不会使用到客厅或厨房等公共地方。房东却回他不能再住在这边，因为确诊不是开玩笑的事，房子不能再租给你，还要房客回到自己的台南老家，让确诊房客超傻眼，这么临时要怎么回去？结果房东还下通牒要房客一周内搬走，再把钱退还给房客，更扬。如果被传染确诊要索赔，房客气到回呛，依照现行法律，房东没资格赶走确诊房客，更没资格索赔。律师就表示，房客碰到这样的状况，反而能够向房东要求损害赔偿。他要告房东的话，就是跟房东请求损害赔偿啦，就是可能啊，你一个月要赔我，然后再就是这个租约。就是可能要一个月后才生终止的效力。事后心寒的房客只好搭防疫计程车到防疫旅馆隔离，但也不想跟房东继续同住，期盼借由他的例子提醒其他租屋客有所警惕。记者报道。